接到报警后，我们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。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，又发现了这个就是有群众的这狗出现了，然后我队立即从车上取下了一个应急棍，紧随其后，并边提醒路人有疯狗就要喊他们避开。 查了看下，就是我个人最先正哦，给这个，给那个。哎呀，我说你脚上不是长瘤。突发情况，突发，狗到底是。如果说我们百姓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，为这个犬，不管它是。 疯犬哈咬伤过后，我们要立即用清水或者肥皂水对伤口进行一个冲洗，然后专门的防疫机构或者卫生机构，我们进行伤口的处理消毒。第三，然后卫生防疫机构进行狂犬疫苗接种和抗狂犬病血清的注射，来预防狂犬病的发生。 这么懂了吗？